空中巴士 Airbus 在杜拜航展将与投资廉价航空的美国公司 Indigo Partners 签下欧洲史上最大笔的交易订单，空巴将以495亿美元折合台币约1.5兆价格售出430架窄体民航机，预估这笔商业订单将成为史上最大的飞机销售交易。根据美联社 AP 报道，空中巴士2015年8月也曾创下史上最大笔订单，当时售出250架空中巴士 A320neo 系列给印度廉价航空 Indigo， 合约总价值估计达到260亿美元，折合台币约7827亿美元。但是印度 Indigo 航空公司和美国 Indigo Partners 是两家完全不同的公司，这次在杜拜航展上，空中巴士再度创下飞机销售的最大笔交易记录。这笔欧洲史上最大的商业订单，空中巴士将会售出273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和157架 A321neo 系列民航机，每架 A320neo 飞机价值高达1.08亿美元，折合台币约32.5亿美元，而 A321neo 售价为1.27亿美元，折合台币约38.2亿美元。空中巴士是欧洲最大军火商空中巴士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，总部设在法国图鲁兹 Toulouse， 预估这次杜拜航展上还会有 A380 飞机的大笔订单出现。Indigo Partners 是一家总部位于凤凰城的私募股权公司，旗下还有总部设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边疆航空 Frontier Airlines。 中时电子报。